迎大家嚟到今個星期嘅鬼異新世界，依然有 Nicky 哥同埋小花。係啦，嗱，大家頭先睇到呢、這個opening 嘅時候咧，就是、Inception 啊，係啦，大家唔知道仲對呢套電影有冇印象啦？呢套電影嗰陣時候我都特登去戲院睇嘅。呢套我都係喺戲院睇，好睇嘅呢套。同埋佢嗰個故事咧係有少少燒腦嘅，我自己覺得。要諗嚟諗去咯，同埋通常我認為呢類型嘅戲咧係需要睇兩次或以上嘅。咁我基本上要睇兩三次，我先至可以清楚曬嗰啲情節咁樣。同埋佢個 concept 係比較新穎少少嘅，我自己覺得。當時嚟講係。係啦，因為同埋再加上佢嘅嗰啲即係電腦特技啊等等嘅嗰啲嘢，同埋啲卡司其實係令到套戲更加好睇嘅。呢、這個都係，其實佢嗰、那個我記得裡面有啲畫面咧，同Doctor Strange 嗰個用緊魔法嗰陣時候，其實差唔多係啊，因為佢喺個夢裏邊啊嘛。係。係咁啊，好明顯咧，我哋今日咧就主要係講啲發夢嘅嘢啦。嗱，都係講到發夢嘅話咧，我就好少會係瞓覺，我係噗一聲瞓死熄機嗰陣，跟住好少會發夢嘅。咁發夢其實咧最近咧有另一個意思啦。咁嗱，咁但係嗰一種發夢咧就大家即係提一提大家啦。嗰啲發夢就唔好亂話俾人聽，你發咗啲咩夢啦？搭車又好啊，喺街食飯都好啊，就唔好亂講嗰類型嘅夢境啦。係咁，今次我哋要講嘅夢境係就係頭先啱啱 Nicky 哥講嗰種冇乜點樣發嘅，真係瞓低咗嗰一種夢境。嗱，即係真係瞓覺嘅發夢嘅嗰個情況啦。咁我自己咧唔知係體質問題定還是？我係太中意瞓覺啦，所以經常性咧個睡眠質素卜一聲，應該後者嘅。係啊，即係太中意瞓覺啦。冇錯。係啦，但係我就比較得意少少嘅有一啲時候咧，即係我自己知道，如果我發夢比較多嘅嗰一期咧，我應該係精神上面嘅壓力比較多，我先至會出現一啲發夢嘅情況嘅。啊，咁你發開啲咩夢多咧？古靈精怪，我記得有一次是發夢一些很科幻電影夢的，就是自己是那些戰隊啊，還不知道那些五色戰隊Power Ranger， 又不是 Power Ranger， 即是你當是 Sailor Moon， 不是啊，不要侮辱我的 Sailor Moon， 我不是，我不知道發夢變成 Sailor Moon 沒問題、啊、不是、似是那些逃生的情況、啊、你當、Survivor 那些的、哦、即是你之前那個節目係啦，打開 search 嚟睇翻啊！係啦，就好似有啲喪屍啊，定唔知世界末日咁樣嘅嗰啲電影橋段喺曬入面嘅、嗯。我好記得一開頭，即係呢一個夢係近呢三四個月發嘅，係好得意嘅。佢一發夢嘅嗰一下，我就已經係一格爛咗嘅飛機殘骸上面。係啦，跟住之後衫又爛曬，唔係呢個係你想要嘅重點咧。我冇留意自己著咩衫，總之係成身都已經好污糟邋遢，有啲血跡啊咁樣嗰啲嘅情況，就開始側邊有啲乒乒乓乓嘅聲，跟住我就唔知點解會有把槍喺手嗰啲，跟住之後咪帶人去離開嗰個飛機殘骸去另外一個 area 咁樣嘅一個狀況咯。如果我好得意啊！我自己最近發咗個夢咧，就我類似殺人啦，咁啊，你殺人，我殺人嘅，咁有一個姓何嘅撲街啦，咁我大家都知邊個，咁我喺個夢入邊咧，咁啊追住佢啦，跟住咧我見到佢跌咗落個坑渠度，然之後哇撲街你仲唔死，咁我就梗係再嚼佢啦，咁嚼嚼下咧，嗰個友仔冇咗反應，跟住咧好多人過嚟圍觀啦，咁樣哇好嘢做到嘢咁樣。跟住喺呢一個 moment， 佢突然間彈起身咧，就噗一聲走咗去喎。飛喺嗰度，哇！撲街扮嘢，跟住再追啦。點知追唔到喎？然之後咧，我就去咗突然間隔離有架擋鐵，我就上咗架擋鐵就追佢。咁啊，最後係我唔記得咗係點啦。咁我最後好似係殺唔翻佢嘅。咁但係我到今日為止，其實好耐冇搭過擋鐵。咁我會認為呢個夢係因為呢、這個環境日有所思，係啦，而令到我發咗個咁樣夢啦。咁但係如果話由細到大啊，其實發夢咧有幾類型係會常接觸到嘅。有一類型我係好驚好驚嘅，就係、是、見到個廁所，即係見到鬼你都冇咁驚啊。如果你發夢你見到個廁所仲要想掹炮嘅時候咧，
就一定出事嘅。嗱，呢一個情況咧，喺我身上面都出現嘅，就係、是、一見到個廁所嘅時候咧，就坐低啦。一坐低，你正常你坐低嘅嗰一下，你仲要醖釀一陣，你究竟去啊定唔去好？你一去嘅話咧，轉個頭就醒噶啦。你有冇 feel 到嗰股暖流喺你個大髀嗰度？係啦，跟住之後就 feel 到唔濕立立咁嘅咁樣啦。係啦，換床單。呢個我係好記得，我係比較驚會發生的情況嚟，係呢個我自己身上面都發生過，因為很多人咧，應該大部分人都係會有類似的經歷嘅喎。都係，尤其是如果譬如可能飲咗很多酒咁翻屋企啊，咁其實飲酒是會令到你我飲酒之後不會瞓覺，唔會瞓覺，係唔會發夢啊。我唔會發夢咁好嘅，因為飲咗酒之後會噶，會令到你想去廁所。因為飲咗酒之後，我太中意瞓覺，所以噗一聲又熄咗機咯。咦？咁幾時一齊飲酒？哇！你試下。哇！咁你小心唔好去廁所啦，發夢嘅時候係、okay、啦。唔係，仲有另一種就係、是、俾鬼襲啦，成日聽人講。俾鬼襲我自己未試過，但係有啲科學上面，即係啲科學家話俾鬼襲嘅情況係因為你嘅嗰啲神經未回得切氣啊，所以你先至會係醒嗰一下，你啲人即係手手腳腳係啦，未回得切氣，喐唔到咁樣咯。冇錯，咁啊，今日晏啲嘅時間啦，其實呢個係有個再深入啲嘅科學解釋，有啲 terms 用嘅，咁可以晏啲時間再同大家講下呢樣嘢。我想問下你啦，你有冇試過發夢由高處墮下？有。由發夢由高處墮下，或者是行樓梯踩空。行樓梯踩空又冇乜，但係由高處墮下嘅係多嘅。但係你醒嗰下會嚇醒噶嘛？你嚇醒嗰下，你會 feel 到嗰個離心仲喺度噶。你醒就係因為個離心力啊嘛。係啊。咁但係醒嗰刻，因為已經係整醒咗你，所以你係仲 last 緊嗰個感覺。係啊，同埋你發夢入面，如果你崩潰地哭緊。崩潰地喊緊，係喊到扯曬蝦，你醒嘅嗰一下都會係扯緊蝦嘅喎。呢個我都試過幾次，係真係即係啲眼淚又係喺曬枕頭度啊咁。係啦，眼淚喺曬枕頭之餘，仲要你 feel 到你係有真係喊緊。嗰、那個抽搐感喺度，係啦 ，keep 住喺度，呢個有嘅都。呢個係我之前發夢比較常見嘅一啲情況咯。我仲有一種係我發夢係中咗六合彩嗰嚿錢，或者係唔知咩途徑有好大嚿錢，醒咗嘅時候咧。我仲好記得自己諗，哎呀，撲街咁多錢點用嘅？點知唉，撲街啊！原來發夢喎，唉，呢個雙重打擊。我知點解。係點解咧？因為我哋實在太窮啦，所以我哋發夢嘅時候都想中六合彩咯。哦，咁呢個係我唔發夢我都想中六合彩。咁我亦都試過係發夢買六合彩啦。有 number 出咗嚟，係有唔知七八個字添嘅，咁但係起身嘅時候咧，只能夠記得三個到四個度啦。咁我真係跟住去買嘅。如果你真係記得曬嗰七個定八個字嘅話，你就唔會依家坐喺度同我做節目，你就依家喺度遊浮啦，係咪先？我記得曬未必中啊，嗰啲數字其實咧有機會係本身啦，可以好似喺 Inception 裏邊套戲講嘅潛意識嗰度反映出嚟嘅嘢嚟嘅，因為我。有在幾集不同類型的節目裡面提過一件事，就是我在尖沙咀遇過一個情況，就是有個那些印巴籍的人呢玩遊戲，是那寫了一些東西在這裡，然後問你一堆問題，幾多歲，他那個答案是道理要回答數字的，中間有些數字，譬如問我幾多歲那些，那我看個樣子都不像三十幾，那我就說自己二十幾成這樣咯，結果可以在張紙上反映到他寫的，就是寫完才問我的紙 number 一模一樣，這一樣東西是跟心理學有關，因為如果大家族友們有興趣知道的話，可以看回之前我和謝莉有一集的節目，是講過謝莉還是波 Sir？ 謝莉的，好，謝莉的，講 Lies to Me
有係講一啲微表情嘅心理學嘅，係啦。而嗰一日嘅節目咧，謝莉喺開始嘅時候係同我玩過呢一個遊戲嘅，係中咗㗎，係中曬嘅，係啦。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揾翻嗰集嘅節目去睇翻啦，係。係啦，嗱咁啊，頭先講咗一啲嘅發夢嘅例子啦，亦其實點解會有呢個 topic 咧？亦都因為最近係有件事發生咗，咁就係啊。陳燕林陳同學啦，咁我哋就唔係做一個嘅案件調查啦，咁呢刻，不過我哋出張圖一先，圖一唔該。係啦，呢一個咧就係一啲網上連登討論區嘅其中一篇嘢啦，係啦，而呢一個嘅發表日期係9月21日，係件案件未正式發現到出嚟嘅時候。係啦，因為公布出嚟話喺十，其實十月先至有呢單新聞 confirm 咗，當其時嘅屍體發現啦，就係陳同學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嘅死亡咧係發生喺9月22日嘅。係。咁而呢一篇嘢其實係喺21日嘅時候就唔係，佢唔係22日添啊，好似。而是總之呢一篇嘢係出先過新聞啦，係先好多，係啦，先好多嘅，咁啊，所以就有人覺得，咦？點解可以有個人發夢係真係夢到呢啲咁嘅嘢嘅？去埋圖二啊，其實呢件事再伸延落去有再最近咧有另一篇就係話之前咪有個警察俾人戒頸嘅，係。咁啊呢度咧就係話有一個人啦，佢個朋友就喺 IG 嗰度 po 一段嘢，就話發咗個夢，個夢咧就係話個阿陳同學咧俾人揾到啦，咁啊上曬新聞啦，知道係有個警察做嘅喺個夢裏邊啊，係有警察做嘅，咁咧跟住就有個人咧就走去將個警察條頸戒咗咁樣啦，係咁可以翻嚟先，大概係咁樣啦，咁亦都係。呢一篇嘢出咗之後咧，第二日就有個警察就真係俾人戒頸嘅。咁究竟你覺得啊，係咪有關聯咧？係咪真係發夢可以會預知到，定係真係一個報夢嘅情況出現咧？你覺得？哇！這個其實就呢件事嚟睇嘅話，有啲相確嘅，因為有好多嘢可能係。因為有啲人鋪咗啲嘢，而即係可能例如戒頸嘅情況，呢個我唔擔保會係因為有啲人睇咗篇嘢而去發生呢啲咁嘅嘢嘅，係啦。但係前者講緊21日嘅嗰個連登 post 發夢見到陳同學，陳同學話佢遇害嘅一啲經過嘅情況啦，係啦。呢一個我睇到之後，我係覺得震撼嘅。我自己睇到再揾翻啲資料。去睇啊日期啊時間時序嘅新聞嗰啲出嚟，我自己睇完之後，我係會毛管動嘅。我有少少，但系咧，我再諗深一層。嗱，首先咧，嗰個喺9月21日嗰個 post 其實已經 delete 咗噶啦，係冇咗噶啦。嗯，我反而會覺得係有某一啲嘅知情人士，佢就用一個發夢嘅形式將啲嘢講出嚟嘅。如果我自己對於呢個就咁係咪報夢嘅事，我對於前者係咁睇法啦。後者咧，我就會係同你嘅諗法一樣啊，同阿 Licky 哥諗法一樣，就係、是、會唔會有人見到有呢樣嘢而去做咗某啲嘢出嚟咧？又或者純粹係真係發夢嗱，先講嗰個人係真係發夢先啦。因為有呢件事啊，嗰、那個人就成日諗住，咁佢發夢咧就夢到呢件事啦。咁就當然可能好憎某樣某個政府機構嘅人咁樣啦，就喺夢境入邊。就去對嗰個機構嘅人做出呢個行為，譬如頭先我講個例子啦，嗰、那個姓何嗰個撲街啦，係咁我真係打到撲街嘅喺夢裏邊。嗱，我自己覺得兩者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前者嘅嗰件事件發生係一啲已經發生咗而即係發表出嚟嘅一啲文章咁樣啦，話俾大家知啦。而後者嘅話，似乎係叫做後天預言啊，可唔可以叫後天預言咧？嗯，
further 你 further 再講多少少關於呢樣嗱，因為如果講預言會發生嘅話，前者嘅話嗰、那個預言性，哦、預言係啦， okay, 預言性咧、嗯，前者嗰個預言性係好似已經發生咗，而佢又咁啱夢境發現到呢啲咁樣嘅嘢，而鋪出嚟同大家分享，係咪？而後者嘅話係未發生，而預言有呢一樣嘢發生，而第二日就即刻發生咗，咁兩者咪有唔同咯？嗱，其實預阿 Licky 哥提到夢境會唔會係一啲預言嘅嘢咧？其實咧咁耐以嚟咧係有啲嗱、以前咧一啲去話夢境預言嘅，通常係啲巫師啊、法師啊。今時今日咧，佢哋個名咧就叫做心理學家係係啦，佢就幫你做一啲解夢嘅嘢噶嘛，係啦，其實係同樣嘅嘢嚟嘅，可唔可以話一個預言呢？我哋咧可以喺後啲嘅節數話俾大家聽，其實咧我會話係一個你唔知嘅情況下而做咗啲分析出嚟嘅結果，嗯，咁樣又可唔可以叫預言呢？我會反而用預測啊呢個字啦，都可以係嘅，只不過呢個預測就係、是。形象化了在你的腦袋，咁啊，今節第一節時間就應該差不多了，咁我喺跟住嚟嘅兩姐就話埋俾大家聽點解會發生呢樣嘢，轉頭再見。